啊，他们不想上台，我就自己唱了。好，那唱我们今天的 Last Two 最后一曲。然后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我的旁边这位 keyboard 手，键盘手是马里奥。那这首歌是在他有一次的演出影片，那时候还没有跟他很认识，然后我就看了他在台湾的应该是创作俱佳吧的影片，然后就听到这首歌就哇，我好喜欢这首歌。那有一次的机会了，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也唱，然后但是对你伴奏的不是他，分组的，对，一个分组比赛，习武歌，对，一个分组的歌唱比赛，在台东的一个所有的几乎是乐团主唱，那第一名的奖品非常的厉害，就是沙拉油吧，沙拉油一罐，还卫生纸。我那时候得到了一个富有酱油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好好失去你》，是不是？是，好的，它就是原创。那分享给大家这首歌，听看看路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咯。我只想好好说再见，不是生气不是哭泣，而是好好的失去你。于是我忍住伤悲，不小心露出一点点皱眉。你当作是生气，你害怕我生气，可是你快步的走。曾说偶尔的错过是天赐的收获，让善良的人少几次播种，几次失落。可是现在我只想好好说再见，不再生气，不再哭泣，而是好好的失去。善良的人上几次
谢谢，我是汉布。谢谢米兰，谢谢平安村，然后谢谢小 B， 谢谢许威，拜拜。下课，他说没有 uncle， 哈哈。再次感谢今天上半场的傻逼跟下半场的 Humble。如果想要听他们更多的音乐，可以查乌马克夫妻。那下半场是原味酝酿的主唱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来，铁花村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。那大家离开之前，如果桌上有空杯空瓶，帮我拿到吧台的侧边。那你们的贵重物品记得务必带好。明天同一时间8点在铁花村一样有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再来到铁花村。那有机会的话，希望明天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